各位好，欢迎收看《晋冀史话》，回首文革，我是李肃。文革初期，人们在欢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同时，还要加上一句：“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们今天就谈一谈这位林彪副主席在中国政坛上的崛起。这个人的声音，经历过文革那个狂热年代的人想必都熟悉，他就是文革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元帅。林彪1907年12月5号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林家大湾。1925年，18岁的林彪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林彪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北伐军见习排长和排长。1927年，林彪参加中共的南昌暴动，担任暴动部队的连长。南昌暴动失败后，林彪随部队于第二年4月到达江西省的井冈山，在那里他先后担任营长和团长。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成为毛泽东的嫡系，升迁迅速。1930年，23岁的林彪担任中共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军长。1932年，年仅25岁的林彪担任了红军主力红一军团军团长。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共为了保存实力，与国民政府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共红军名义上编入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编成了拥有3个师的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后来呢改番号为第18集团军。1937年，30岁的林彪担任8路军主力115师师长，并且在同一年的9月指挥了小有名气的平型关战斗。抗战结束以后，在国共第二次内战期间，林彪担任中共解放军第4野战军司令，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是当时中共4个野战军中实力最强的野战军。1949年，中共打败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林彪于1951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1955年9月被授予元帅军衔，在中国10大元帅里面排名第3，位于朱德和彭德怀之后。当时他48岁，是最年轻的元帅，其政治和军队资历仅仅比罗荣桓元帅深一点。在1949年到1959年期间，林彪并没有承担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处于休养状态。留美作家李杰说，林彪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不喜欢搞阴谋的人，他是一个对权力非常淡薄的人。你想，10大元帅授衔的仪式林彪都没有出席啊，淡薄到什么程度？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不过毛泽东在林彪身上花的政治功夫是越来越多。1954年，林彪被任命为副总理。1955年4月，林彪和邓小平一起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中共8届一中全会上的一件事意味深长，在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时，毛泽东没有获得全票，
因为他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常委的林彪。毛泽东不会不知道林彪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成为党的主席，他自己更不会真的不想当这个主席了。这一举动不过是表示他对林彪的信任。1958年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并且以副总理的身份兼任国防部长。国防部长袁世同志，今走近的十多年参加守卫的陆海空军战甲部队列队完毕，请你检阅卫兵总指挥上将要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林彪元帅在阅兵总指挥杨勇上将陪同下检阅各受阅部队。毛主席万岁！林彪也投桃报李，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一片厚望。他主持中共军委工作和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军队中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的地位。这包括他提倡和推行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在解放军报报头上每天刊登一条毛泽东的语录，编辑和出版后来在文革中人手一本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有他那个著名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里当年的口号套话太多，我需要解释一下。三八作风呢，指的是毛泽东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在中共延安时期呢，为中共开办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说的三句话和八个字。当时呢，林彪是抗大的校长。三句话呢，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呢，是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校训，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三句话和八个字呢，后来统称三八作风，被视为解放军长期斗争中养成的优良作风。四个第一是林彪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提出的，即处理政治工作时，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四好连队指的是解放军评比先进连队的标准，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指的是解放军评比优秀士兵的五个标准，即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这些都是林彪指示在军队中大力推广的做法。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些做法相当欣赏，他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还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63年，毛泽东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满意程度。在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的总结大跃进工作的7000人大会上，整个气氛是对大跃进的左倾冒进政策提出批评，毛泽东陷入空前的孤立的状态。此时林彪却独树一帜，明确支持毛泽东。他不仅没有把大跃进的失误归咎于毛泽东的左倾冒进，反而说是因为人们领会和执行毛泽东指示不好而造成的。他说，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很多。林彪说，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他还说，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林彪还独具匠心地提出付学费的说法，为大跃进的失误开脱。他说，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呢，作用就很大了。可见啊，今天有人用交学费的说法为工作中的失误找借口，原来呢，这种做法呢，最早出自林彪。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十分满意，林彪发言一结束，毛泽东带头鼓掌，并且在会后批示将林彪的讲话发给党内干部学习。以后呢，还多次提到林彪的这次讲话。江青后来也说过，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次讲话内心是感激的。文革专家丁凯文说，大家都清楚，林彪的上来是跟毛泽东是分不开的。林彪之所以上来，跟他早期吹捧毛泽东有很大的关系。林彪把毛泽东说成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全面的捍卫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最高的阶段等等。同时呢，毛泽东也把林彪呢竖起来了。比如让江青去搞部队的文艺座谈会纪要，再加上毛泽东给林彪的五七指示，还有后来呢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破例，在全会公报上写上林彪同志如何如何，是树立了一个榜样，这都是破天荒的。所以说呢，毛泽东和林彪是互树权威，互相吹捧。在中共决定开展文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拟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把林彪列在第二位。当时包括林彪在内呢，中共有5位副主席。为了挤掉刘少奇，突出林彪，在中共副主席周恩来的建议下，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呢，林彪成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为什么毛泽东要抬林彪出来呢？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说，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呢，毛泽东要想在党内高层中获得支持的话呢，要打倒刘少奇，实际上在地方干部中就是行政系统、国务院系统还有各级党委系统里面呢，阻力很大。因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彻底失败了，而且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和3000多万人死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党政系统
其实是支持刘少奇，刘的威信在党内迅速提高。这个提高呢，本身让毛泽东感到了威胁，所以他急于要打倒刘少奇，保护自己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没有办法太多的依靠党内正常的权力机构的运作，所以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只能靠阴谋。所以康生当时是他倚重的一个主要对象。这个程小农这里指的呢，是康生当时控制着中共的这个情报特务机构，中共中央调查部。那程小农还说呢，同时毛泽东还需要军队，也正因为如此，林彪就成了一个他重点拉拢和依靠的对象。程小农说，从庐山会议开始到文革，林彪的表现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一贯政治上紧跟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指向哪儿，他就打向哪儿。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以后在文革前批罗瑞卿，他都是紧跟毛泽东的，毛泽东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对他有高度的政治信任，我觉得这是他启用林彪的主要原因。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政治权谋。毛泽东呢知道林彪身体不好，也因此呢知道他没有政治野心，所以敢放心的用他。进入文革以后，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更是变本加厉，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呢，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而林彪的地位呢，也在毛泽东的首肯下达到新的高度。曾经有一阵，如果提到毛主席，就必然要提到林副主席。在中共历史上，将副手与最高领袖并提的情况是空前绝后的。不过林彪对此感到不舒服。原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峰回忆说，1967年6月16日，毛泽东和林彪一起看样板戏，报幕员呢当时就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泽东呢这个时候呢就转过头来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当天晚上，林彪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以后不要再提这个口号。对于文革的发动，林彪并没有参与具体的策划。1966年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并没有参与起草发动文革的516通知。这次会议开到一半，请假休息的林彪才在毛泽东的一再督促之下呢，前来参加会议。后来林彪也没有直接负责文革的具体工作。不过呢，一般人仍然认为林彪对文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革专家高文谦说，文革乃至文革形成的过程中呢，就是说追溯到50年代末庐山会议以后，到60年代初文革的酝酿形成的过程中，我觉得呢，林彪也负有相当的责任。7000人大会上的发言，在军内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这些问题上呢，林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在文革中，他并没有直接主管具体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更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形象来支持毛泽东，作为一个军队这么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来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点呢，我觉得历史就是这样的。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说，在文革前期呢，在党内高层中推崇个人崇拜最积极大概是林彪，换句话讲，就是要迎合毛泽东。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确实助纣为虐了。不过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呢，主管军队的林彪并没有在军内积极开展文革。程晓农说，军队文革的发动者呢是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是秉承毛泽东的意志，通过中央文革去发动对军队的冲击。所以呢，当时军事院校还有各总部的一部分机关干部的所谓造反，基本上呢是在中央文革指使之下发动的。1966年10月1日，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造反派的代表陶铸的女儿陶思亮，在天安门上向毛泽东告状，指责这个军队院校的压制文革。于是呢，在毛泽东的压力下，林彪在10月5日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对军队院校搞文革的种种限制。军事院校和一些机关人员随后开始对军队领导人造反夺权，并且纠斗虐待了许多军方的高级将领。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负责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对军队没有轰轰烈烈开展文革十分不满，他想先拿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开刀，要求林彪点名批判萧华，被林彪拒绝。1967年1月20日，叶剑英借助毛泽东要保萧华的指示，与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顶了起来，拍桌子拍断了小手指。被称为林彪第一大将的黄永胜指责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叶剑英当天到林彪住处汇报，林彪大怒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并且马上把江青找来训斥一顿，而且要把江青赶走。军中老帅们被林彪的态度所鼓舞，随即由徐向前登门向林彪反映情况。林彪当场口述几条命令，包括军人不得擅离职守，不许自由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不许冲击军事机关等等。林彪随后亲自面见毛泽东，请他批准了这几项命令，最终形成了中共中央军委8条命令。林彪因此对毛泽东说，你批了8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彪在这个期间曾经出面保护了一批军队的将领，包括后来被称为林彪四大金刚之一的总后勤部长邱会作。1967年1月25日，军队造反派纠斗邱会作，打断了他的肋骨。林彪闻讯找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手书命令立即放出邱会作。林彪的夫人叶群和陈伯达随即拿着林彪的手令到造反派那里救出了邱会作。文革专家丁凯文说，在文革初期的时候呢，林彪是支持了毛泽东，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是随着文革的继续发展，林彪并不认同毛泽东的这一套。比如说毛泽东呢要天下大乱，那么林彪呢就说军队不可以乱。1968年，林彪对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
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是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显然也意识到了军队稳定的重要性。文革专家高文谦说，军队是文革中毛泽东最后一道防护线，别的都可以乱，学校、工厂和农村，包括党政机关都可以乱，但是军队最终不能乱。毛泽东虽然前后有一些思想变化，但是最终用他自己的话会说，叫做还我长城，反对纠军内一小撮。他看出来这种趋势，因为他如果让军队乱起来的话，他就没有再收拾这个残局的力量了。毛泽东从1967年开始，通过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利用林彪指挥几百万军队在文革中支持左派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和军事管制、军事训练，即所谓的三支两军，扶植造反派，打垮了刘少奇在党政系统中的基础。随后呢，又利用军队平息武斗，稳定全国的局势。林彪作为军方首脑，对毛泽东操控文革走向显然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于林彪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的关系，文革专家高文谦说，实际上呢，是有合作也有矛盾吧。合作这一面呢，就是都要跟着毛泽东走，都要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实际上毛泽东发动文革呢，一文一武啊，这个文呢就是中央文革了，文革派了，这个武呢就是军队了。但是双方在是否搞乱军队的问题，是否打倒一些人的问题上呢，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林彪在文革初期曾经对毛泽东的妻子、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负责人江青大加吹捧，说江青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他还和周恩来一起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9级提升到5级，大约相当于从正司级提升为正部级。但是林彪也曾经对军委办事组的人说，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捣乱的。这个他们呢，指的是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他还曾经对想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说，你不站住这个位置，他呢就会上去。他指的是江青，他说他就会上去，祸害的人呢会更多。随着文革的进展，林彪的地位也在加强。1967年11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子送交毛泽东审阅。其中呢，有一句话说，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毛泽东删掉了和好学生四个字，就剩下了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将林彪提到了和他平起平坐的高度。林彪呢，则要求整个删掉这句话以及林彪是毛泽东接班人的文字，但是毛泽东批示说，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至此，毛泽东的文革已经基本成功了，中共的九大即将召开，林彪的副统帅位置越坐越稳。我是李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eah.